你的独家是如何得到的？很多来源，因为我们都跟警察有关，就是叫接触。那你需要有一点就是撒娇可爱吗？我会有点讨厌。太会撒娇。爆料！爆料！太爆料！会说什么哥哥啊？你跟我讲那个谁？没有，是哥。哥。所以你当时是隔了几次？哥。哥。哥。因为当时我喝酒都可能会有一点。你明明就是那种人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